起，你叫我穿那么漂亮，你看还带名牌包，哎，你也是哎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天要带你来的是全台湾省最五星级的菜市场，它里面卖的东西呢都是五星级的，但是又实惠又好吃的蔬果食品，而且它旁边就是捷运，所以跟捷运共构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西湖菜市场。菜市场，你骗我，我们不是要去101还是去微风买精品吗？所以啊，我带你来这里就对了，因为这里会买到比微风比101更实惠更便宜的东西。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走吧，因为等一下好东西被买走了。流口水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跟你讲，是啊，什么叫五星级？这就叫五星级，鲜哦。这个是算也是在乐谷旁边的，对啊，哇，就是猪肉的排骨啊。你看带筋膜，你看它带筋膜带这么漂亮，好 Q 的感觉哦。而且这个来卤啊，做牛肉面超好吃的，或者是炖牛肉。哎，平常我都会用那个马铃薯啊，哦，然后萝卜，对，又甜。我看还要加一个东西，秘密武器，洋葱。哦，对对，更好吃这样。要洋葱和番茄，啊，番茄，对，番茄好，对对对，还要有姜，哦，姜好，对，好，那我今天要绞肉，我等一下过来拿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，等一下来拿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，棒，哎，就这边夹，哇，你看，哇，哇，一门三杰，一门三杰，嗨，准妈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好棒哦！你的水饺好好吃哦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谢谢。对呀、啊，拽妈咪哦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那么拽啊？他一直跟我的朋友在拽什么拽啊？坚持原则。哦。田爱公，这个菜市场的菜都被你买透透了，还被你打枪哦。所以你食材用得非常好喽。我们水饺的特色就是对，因为要拽就是讲究品质要好。对对对，第一从肉菜，整个食材都要筛选过。哦哇，还要把水饺的空气抹进去，很好吃。对对对，空气对要挤上去。来，妈妈刚刚讲那个，我看你做不做得到。来，怎么？我也要包空气进去，它挤起来才会空。这个扁食也是这样包吗？好好，来，我们看你怎么包。来，哇，这个肉是3:7，差不多。上对，所以里面都有包着空气。这个肉馅是3:7嘛，对不对？我看瘦肉也蛮多的，3:7左右哈。对。那你这个肉有特别选吗？有。选那个后脚肉。太好了。你看，逛在这里都很舒服，没有感觉人挤人。干净啊。对啊，没有人挤人的问题，这样。没有潮湿这个市场吗？对啊，你看，一点水都没有。是啊，哎，走个台步吧，走个台步吧，走个台步吧。我要带你去一家是可以只能买到海鲜的，而且是最天然的海鲜，也是五星级的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有看过这种哇手工的？不是有看过这样子在卖鱼的吗？啊，这块有吧？包成这样，你看连冰块都隔起来耶，都整个隔开。好的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你那里有什么新鲜的鱼货？这是你哎，来。你要不要拿起来帮我们讲啊？这样我们镜头才看得到。告诉你，来，这种是钓上来的。对，你把它拿上来。你看啊，这个鱼啊，它的眼睛啊是要往上凸的，眼球啊。你看那个黑色的啊，你看鳃没有用哦。现在科技有的鱼啊，会打针。卖三天鳃是很红。都不会不红，都很红。对对对。像这种鱼类就是我们龟山岛鱼，像我们最宜兰最有名的鱼叫红喉、安鳌啊，那个上山景就很多了嘛。对呀，这叫黑喉。超级日本料理界红喉，对对对，还有 kinki， 这是阿玛莲嘛。哎，很少看到让鱼睡那么好的床吧？我真的没看过哎。而且你到现在，你有闻到鱼腥味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人家说臭臭味，表示它已经开始在变质。你看你现在有闻到吗？一个红点也没看到哎，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金价是五七加加大虾，对吧？啊，是我们龟山岛有名的。好，那个公赞赞。好啊。西兰红，你看现在很少。
大那么新鲜的鸡蓝佛。对啊，现在里面有假的耶。对啊，是用什么做的啊？哎，我们怎么分辨？啊、告诉我们怎么分辨？我们对对，怎么分辨？因为很多是太白了。对啊，它你看那个血丝啊。哎，我们镜头给它特写一下好不好？你看。你看它那个血腥要很清楚，纹理要非常清楚，对对对。可是煮好的没有红啊，它血丝会不见啊。不是，还是稍微会有，还是看得到纹理。是啊，是啊，它的细丝哈。对对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最爱吃的也是两种肾，一个是这个，跟一个鸡胗。鸡胗，对，这边在这里，鸡心在这里。那你看它脚还帮你修指甲，你看，对，是不是跟我们去做美甲的意思一样？好干净。你看，完全没有。没有指甲不会去卡到你的牙齿、啊、或卡到喉咙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有先放水，你看它多干净。而且它连那个鸡骨架，你看，哦，这个、都裁的最高，对，煮高汤什么都有，对。对那一天这样可以卖多少只？差不多三只。假日就 double 嘛，哈、哦。告诉你有一家哦、这家菜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哈、哦、去跟他点、哦、这个这个对对对那个，啊就可以送到家哦。哦，好方便、哦，你相信吗？我最爱这一种、啊。对啊，你来试试看来，因为我很懒得出门呢、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这菜都卖得差不多了哦。老板，哎，今天这个笋怎么特别漂亮啊？哎、啊，这个笋三峡五寮笋。三峡五寮，对五寮笋，你看它这个这个是最漂亮的，在三峡那边，对哇，你看这个笋，它的肉质比较，你送来还泡在水里面哦，没有，它保鲜，保鲜对，你看。这个笋哦，就是不能让它冒出头，一冒出头就会苦。然后这个就是没有冒出头的。然后你看，要凹凹翘翘的笋最好吃。这个最好吃。啊，这个做凉拌也可以哈。这个就是冒出头了。这个还好，没有冒出头，就是会有绿绿的叶子，就是冒出头了。这个完全没有，对。你看是不是很好分辨哈？对对对。它这边有一部分是有机的，然后它的水果有一部分是进口的，然后它的蔬菜呢，就每天都。你只要打电话来，所以以后你现在来看过了，对不对？你也见过老板的时候，你就给他拿一张名片，那你就打电话给他说，老板今天有什么？老板就开始跟你讲，今天有什么什么什么啊？你说好，那个给我来个一斤吧，那个葱给我来个半斤吧，然后那个香芹丝帮我来个一斤吧。然后凑好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帮我凑1000块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好，他就送到家。”哇，好棒哦！对啊，这只有在西湖市场才有的哦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常常来西湖市场。你看，进来这边又吹冷气、然后又没有这个鱼腥味，对对对，又没有那个肉腥味，然后又没有臭臭味，然后呢又很干净。那你看你的手到现在，你把你手伸出来，你看还是很干净啊！你看。完全没碰到油，对啊，一滴油都没碰到，而且没有味道、哦，没有味道，而且你看空气里面还有冷气，是吹冷气、哦，这就是我们西湖市场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哇，纽西兰的一口苹果，哇，好特别哦，哇，连这个都有啊，对，直接拿起来摇，这怎么卖？摇就好了，这个吗？哎，这样子180，180，哎，这个。你说一般 supermarket 有，但是 supermarket 可以卖这么便宜吗？哦，两倍了。对呀、不然就加个。对呀、50块到100块以上。是啊，你看，真的只有在西湖市场你才看得到的哦。这么新鲜又这么好吃的，不常见哦，都要来西湖市场逛一逛哦。好的，送走了我的好朋友黄秀慧之后呢，我等会呢要带大家去吃。隐藏版的西湖市场的美食哦，等一下跟着我走好吗？